近日动身前往法国拍摄自己的影视节目《十二道锋味》，顺道出席巴黎时装周。而一早到达巴黎的赵薇，与好姐妹兼霆锋十年前分手的天后王菲，原来比霆锋更早参加时装周。有媒体就断言，赵薇会充当中间人，撮合霆锋和王菲世纪重逢，最后当然未能成事。但最新又有报道指，原来是霆锋主动拒绝，他更透过身边人向媒体表示，就算见面也不会在巴黎，因为如果一旦被人拍到的话，他怕前妻张柏芝会再一次带走两名儿子。报道指，柏芝跟霆锋虽然已离婚2年多，但原来柏芝一直没有完全放下。又爆料指，每当霆锋爆出绯闻，柏芝仍然高度戒备，好像之前霆锋跟周迅爆绯闻惹起热话，虽然双方都否认绯闻，但就足够触动柏芝过敏的神经。报道指，柏芝因为霆锋跟周迅的绯闻，一气之下带走两名儿子。